This is its bleeding heart control. Your good for anger. USS Coronado.恩挑衅，美国第七舰队派出独立级滨海战斗舰科罗纳多号停靠左营军港。滨海战斗舰 LCS 是美国海军因应近海岸区域作战最新设计的攻击舰，可反击 Trainerin 船型，让卫星甲板和燃料空间增大，航行距离更远。LCS 只是一艘很贵的玩具，鱼叉飞弹打不准，航行途中又常常发生故障。台湾民众为了争夺美舰靠港增彩，大批涌进军港内并挥舞着国旗。Ronald Reagan always said you never can trust the Communist Party. 但居然派出最先进滨海战斗舰。I didn't make it. The water depth to stop the Wasp class has difficulties, not to mention the Nimitz. 确实，做英联要听伯克基都要看潮汐，只有吃水 4.3 公尺的独立机可以进出无碍。We need China to understand that think about the USA first before they chose the wrong side. 于代表，在这紧要关头，你派出了轰炸机，却引来了美国的战舰。四川发生数万人大游行，主席。你看起来没一点反省。开战吧，只要我们开始登陆金门或马祖，台湾政府就会屈服。你真认为只要你动手，台湾民心就会自动溃散接受投降吗？台湾步兵烂到不行，替代役更是弱不禁风，战前会叫得很大声，战后绝对乖得像龟孙子。你以为美国人都是塑料做的？只要中国综合国力超过美国，台湾人就会巴不得想当中国人。你到底是为什么做这些事？被列强催的中国可以东山再起，但像国民党那样从内部分裂的话，那就真正灭亡了。已经开始堕落了，在你们把中国彻底掉前，你们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无法改变过去了。这个人越来越危险了，确定不能让他知晓已经关闭的铁钥匙计划。都大幅超过上次总统选举人数千分之五以上。台独虽然战略处于被动，但不排除有利用中立公投的野心。过去只看独立与统一撕裂台湾社会族群，现在中立恰恰是最好的解药。两岸军力悬殊，大家心知肚明，台湾绝对不是大陆的对手。公民投票就是弥补代议政治的不足，集权专制的中国永远也不会懂。至于代表，正好有事找您联。王博士，上次见面是在上海博览会吧？
你是那个那个人工智能光量子警退火计算机，对，量子，对不住，我现在对扫地机器人没兴趣。你知道你改变不了他们，比你强太多的人都试过了。什么？以你的身份本不该知道铁药子计划。铁药子，在我的领导很欣赏你，你比那些道貌岸然的军委书记好得多。要去哪？而现在你将要有一个机会，我的团队在技术转移中心，那里会有你感兴趣的东西。